前往釜山的列车上，一个行为怪异的女人扭动着身躯，踉跄地倒在了地上。当车上的乘务员发现她时，女人双眼泛白，已经说不上话了。乘务员吓得拿起对讲机就要将情报汇报给组长，对讲机在说到一半时却突然没了信号。此时原本倒在地上失去意识的女人悄悄地站了起来，发出的奇怪叫声很快引起了乘务员的注意。当小姐姐回头的一刹那，青筋暴起的女人已经完全变成了丧尸。此时在列车上的人还并未察觉到任何异样，大部分人的注意力被电视上播报的新闻吸引。从昨天开始，韩国各地区接连发生了暴动，要知道普通的暴动警方根本不会穿上防化服，由此来看，政府显然在刻意隐瞒着什么。而作为暴动受害者之一的女人，就是在列车发动的前一秒偷偷逃了进来。此时在第十节车厢里，一群正在打闹的棒球运动员不幸成了第一批遇害者。变成丧尸的女人一路啃咬着乘务员来到了中心位置，一群人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同伴见状纷纷过去营救，还在座位上那个女同学的注意力全都汇聚在了倒地的乘务员身上。当男组长赶到现场时，逃难的群众全都拼命地向后跑着，而在那节车厢里的大部分人已经变成了疯狂乱咬的怪物，只有小部分学生还在奋力抵抗着。组长看到这可怕的一幕，立马吆喝下节车厢里的乘客赶紧向后跑。组长将这一情况紧急汇报给了列车长。此时出来寻找女儿的石宇在看到有乘客向后跑时并没有过多思考，直到看到前方一群乘客站起来不知在看些什么时，好奇心重的他竟然胆大到逆行而上。然而还没走个十几步，面前就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而且被咬的人也会很快变成同类。终于女儿的呼喊声唤醒了石宇，他回头一把抱起闺女，头也不回地向后跑去，身后变异的丧尸越来越多。同样在洗手间等老婆的马叔也发现了异常，他着急地呼喊着怀孕的老婆。当女人从洗手间出来时，对此毫不知情的妻子呼喊马叔过去拉架，怎料在提起他的那一刻，变成丧尸的男人一个劲地朝马叔扑了过去。然而就在这时，令夫妻俩感到害怕的一幕发生了，倒地的女人突然站了起来。马叔觉得情况有些不对，先让妻子跑到安全的区域，自己则在后面牵制住他们。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就在第二车厢里，大部分逃亡过来的幸存者都聚集在此。看着远处跑来的孕妇，常务吆喝着众人赶紧关闭车门，因为在他们身后紧跟而来的就是丧尸群。最前面的石宇还是昧着良心的将车门关上了。呀，给我推箱过。身后的石宇细微的观察到了，那群丧尸好像不会开门，便提醒了几句，他们好像是看到有人在才会冲动的。听到此话的阿莲将报纸用水贴在玻璃上，遮挡住丧尸的视线。果然，那群丧尸安静了下来。算了，괜찮아。石宇转身安抚起女儿，但马叔要他解释一下，刚刚他将自己老婆关在门外这件事。谁料头铁自私的他居然直接反对了回去。马叔刚想揍他一顿，却又被好心的妻子制止。그만해。毕竟在末日爆发下，大家都是因为害怕才会这样的。没一会，列车上传出了列车长的声音：下一站的天安山站将不会停留，而是继续前进。此时车厢里的众人情绪也渐渐平稳了下来，有的人拿出手机给家里人打去电话，有的则看着全国新闻，但都无一例外注定都是负面的消息。就连石宇的母亲也遭到了袭击。잘가고있지그냥 가고있어요엄마숨을왜그렇게쉬어요어제다쳤어요괜찮아우리수안이썩을남들은할머니괜찮대요突然列车停顿了一下，石宇将秀安暂时安置到座位上。列车来到了天安安山站，这里的人们同样也遭遇了不测，丧尸和逃亡者随处可见。这场病毒爆发已经波及了首尔以及各个城市，可笑的是政府还在谎称这一切都是暴力示威，并没有将前天晚上化工厂爆炸泄露出来的化学药物这件事告诉大家，甚至为了让这群打不死的怪物消失，利用直升飞机将其丢到了人少的地区，这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地区频繁发生暴动。这些流传出来的影像都是幸存者偷拍下来的，和国家正在汇报的情况截然相反。看到这些，列车上幸存下来的众人情绪再次变得低沉，眼下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向着最安全的车厢靠近。
在去的过程中，秀安好心的给大婶留了一个座位。할머니할머니여기앉으세요아이거먹을래石宇蹲下身子叮嘱他，在非常时期要将自己看得重一些，不要去管其他的人。很快，列车长的声音再次传来，这一次他们接到了通知，这趟列车将会在大田站停下，那里已经安排了部队。听到这一消息的石宇先让秀安站在一旁等他一会儿。秀安啊，여기잠깐만있어。随后自己来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给关系不错的好友大卫打去电话，想要问问大田站的情况。因为自己是从事基金项目的经理，所以和一些高官有些来往。大卫叮嘱了他几句，下车不要走主路，要从两侧离开，不然会被隔离。그럼나랑우리딸만이라도따로좀부탁하자그러면은메인광장으로나가지말고요동광장쪽으로나오세요此时这边的秀安则跟马叔两人说起了话，马叔不停地在背后吐槽着石宇的不是，妻子不耐烦地瞅了他一眼，想不到威武雄壮的他居然也有害怕的人。이거줄까이름이점점이에요만져봐만져봐봤어이거아저씨가만든거야미친맞잖아아니야过了不到十五分钟后，列车驶进了大田站。奇怪的是，外边并没有军队驻守，也没有活人的踪影。어떻게생각하고있는거예요시장맞지지금대전으로들어오는도로가다막혀있어요우리회사버스들도다빠꾸하고있어우리그냥이것들달고부산으로갑시다빨리아니그게진짜로일단나가봅시다이봐这边仅存的众人乘坐电梯来到上方时，石宇带着秀安选择走不同的道路。우리이쪽으로갈거야우리만요原来在石宇当时给大卫打电话时，他们的通话信息被座位上的老汉听得一清二楚，他毅然决然地跟在了石宇身后。상태만지켜봐수현아수현아말안해줘도돼아빠는자기밖에몰라엄마도떠난거잖아요另一边，马叔这边，大部队乘坐电梯已经来到了下方站厅，看向一旁沾染鲜血的盾牌，一股不祥的预感戛然而生。随着出口的位置越来越近，下方变成丧尸的军队同样也听到了动静，在看到活人出来后，一个个的全都扑了上去。马叔看后立马抱起妻子，将他从电梯带到楼梯，一时间现场乱作一团，但所有人心中的念头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赶紧逃离这里。同时在石宇这边，流浪汉在走廊看到一个军人，还以为自己得救了，高兴的马不停蹄地跑了过去，然而没跑几步腿都给吓软了，原来这里的军队已经被攻陷了。回头看向闺女，一只丧尸张牙舞爪地向着女孩扑了过去，这时马叔一个肘击震飞了丧尸，身后跟来的妻子急忙带着秀安逃离了这里。马叔紧随而至，捡起一根警棍，准备将丧尸堵在里面。外边的石宇被一只丧尸压在身下，根本没有逃离的机会。看准这个时机，马叔大声呼喊着石宇，在丧尸大军袭来的那一刻，幸运地躲了进来。另一侧逃亡出来的幸存者火急火燎地跑到了列车上，常务气地拽住男人的衣领，问他为什么还不发车。男人反手将其推倒，因为还有几名幸存者没有赶到。说话间，一场更可怕的灾难突然从天而降，一大群丧尸挤破了窗户，纷纷摔了下来。阿莲和秀安只能临时救下一个老太，女孩和组长这边则救下了另一位。两帮人纷纷躲进了列车里。
流浪汉也在最后时刻暂时摆脱了危险。看着外边已经变成丧尸的人类，长雾再次揪住男人的衣领，命令他赶紧让列车长发车。女孩想要阻拦，却遭到了男人的臭骂。没有办法的组长只能舍弃楼上的几位，让列车长准备发动列车。回到马叔这边，好不容易将门上锁了，那群疯狂的怪物却越来越多，直至最后冲破了玻璃。最先跑出来的两名学生沦为了丧尸的食物，这下只剩下了三个幸存者了。石宇带着学生跑在最前边，马叔因为身形硕大跑得相对较慢。在两人顺利爬上列车后，马叔抄起地上的家伙推开了前边袭来的丧尸，之后在石宇的帮助下终于爬了上来。列车长呼叫起总部想要派人手过来支援，可总部那边现在根本腾不出手来，唯一可以帮助他们的就是开通去釜山的铁路，这也是列车的最终目的地。此时这边逃上来的阿莲刚想跟马叔打个电话，却被流浪汉突然制止。顺着目光看去，原来他们所在这一节车厢并不是安全的。看着前方唯一打开着的洗手间门，众人小心翼翼地漫步走了过来，但不幸的是，气味还是被身后出现的一只丧尸闻到。一位丧尸发现就代表着周围的所有丧尸，这下他们几人的处境陷入了十分糟糕的局面。나빼고다못탔어미안해石宇的女儿将这边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同时男孩也收到了女孩的来电。幸存的人都在15号车厢里，看向前方的数字9，这就代表着他们要先穿过四节车厢，救下阿莲他们后，再前往三节车厢才能跟大部队会合。三个人都有各自的羁绊，所以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没有一个人胆怯，他们简单武装了一下自己。내가선두가운데너네가뒤에서달려드는놈들있으면막아터널끝나면들어간다三人杀进了第一节车厢，这节车厢里的丧尸少还算好对付，三人相互配合着轻松穿过。来到第二节时，三人中的男孩却傻眼了，因为这里变异的全都是自己的同学，虽然数量比上一节还要少，但他们可都是体育生，他下不去手。而马叔和石宇两人这边明显已经吃不消了。这时车子突然驶进了隧道，周围变得漆黑无比。被丧尸围住的石宇这时注意到了一个问题，丧尸们好像在黑暗中看不见他们，而且会被声音吸引。意识到关键问题后，石宇通过击打发出声音，将他们全都吸引了过去。这节车厢算是通过了。到了第三节，石宇不再像之前那样猛冲，而是借助老马的手机，趁着车子再次进入隧道时拨打起他的号码。丧尸们很快被声音吸引了过去，三人再次脱线，他们终于来到了12节车厢，在洗手间的位置找到了家人。这时天又亮了起来，男孩急忙拉着两人躲进了对面的洗手间。石宇通过导航发现，再有两分钟车子就会再次驶进隧道，而且在3公里和6公里后都有一条长长的隧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会顺利到达15节车厢里。男孩给女孩发去了信息，说自己会赶到他那里与之会合。女孩高兴地跟众人说起了这件事，可没想到的是，长雾听后提高嗓门跟大家说着，他们从外边救人过来，谁又能保证那些人没有受到伤害？此言一出，在座的众人纷纷赞同了长雾的说辞。女孩祈求着组长能帮帮自己，可眼下他们这群人想的更多是先保住自己的性命。
很快列车进入了隧道，几人小心地爬到了上方存放行李的位置，在这昏暗狭窄的空间匍匐前进来。到了14号车厢的大门那里，众人轻踩着车厢从上边爬了下来。幸运的是14号车厢里是安全的，可就在最后一人准备下来时，一个不小心踩空了。丧尸们听到声音纷纷转过了头，石宇见状想要去救流浪汉，可不巧的是车子已经开出了隧道。石宇给流浪汉比划了手势，三秒后一起跑出去。然而流浪汉又不小心踩到了瓶子，声音的出现立马引起了所有丧尸的注意，两人快步跑进下一个车厢里。马叔推着大门紧紧控制住，其余同伴来到15号车厢里，但却死活打不开门。原来这群自私的人为了保命，将这道生门变成了死门。石宇看见马叔快撑不住了，迅速跑了过去攻击丧尸。安全领导会啊，人家不杀。男孩这边则拼命地击打起玻璃。此时此刻，两个最强的男人坚守着最后的防线。马叔因为体力透支，给了丧尸可乘之机。马叔的手不小心被丧尸咬到。同一时间，男孩这边也终于将玻璃打碎。可就在前往安全的地方时，长雾却带人堵住了大门。几人历经千辛万苦逃过了整整6节车厢的丧尸，最终却没能逃过1节车厢的人心。秀安看着前面那群可怕的大人，转身又看向身后拼死守护的父亲。几人小小的年纪在这一刻似乎长大了。阿莲看着前方在用生命守护自己的丈夫，一步步小心地靠近着。我去吧，我去吧，小哥。马叔叮嘱完妻子后又拜托了身边的石宇。你看一下给本领，把你卡先把你的把你把你卡。此时玻璃门已经渐渐的破裂，石宇郑重地向马叔说了声对不起后，转身来到了阿莲这里准备带他离开。在马叔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给他还未降生的孩子取了个姓名。说完后，身后的玻璃门应声而碎，无数只丧尸冲了进来。马叔在变异的前一秒抓住一名丧尸，将他做成挡板，还在顽强抵抗着。石宇抽出身子加入到男孩这里，终于将门拉开了。本来就不会有人伤亡的，却被这群自私的人生生断送了后路。在马叔死后，那个婆婆也不幸惨死在了丧尸口中。车厢的门虽然关了，但石宇的怒火却在此刻被彻底点燃。他들어올수있었잖아。长雾见他想要把自己打死，立马编造了一个谎言，将石宇说成了感染者，鼓舞大家一起将他们赶到下一节车厢里。看着面前众人丑陋的嘴脸，深感无力的他们最终走进了车厢里。门外的那群人害怕他们变异，甚至将玻璃门给牢牢锁死。不过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车厢最后的阿婆早就看透了他们。亲眼目睹好闺蜜死掉的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她拉开了外边全是丧尸的玻璃门，要让这群自私者付出惨痛的代价。很快车厢里传出了无数道哀嚎声，里边的几人也只是默默看着，并没有太多同情。在行驶到一半路程时，前方突然出现了黑烟，开车多年的列车长断定了前方必定是出现了事故，立马传声给乘客们。现在他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待在这里等待支援，另一个则是跟他一起前往寻找新的列车。石宇几人犹豫了许久，还是决定下车，毕竟留在这里就等于多了一份危险。那边的几人下车后，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前一节车厢里，常务和组长并没有死去，他们躲进了洗手间。
而自私的常务为了保护自己，将组长推到了丧尸嘴里，成功的逃了出来。回到外边石宇这里，男孩带着女孩发现了一节安全的车厢，刚跟众人说完，一辆冒着大火的失控列车就冲了进来。两车相撞爆发出来的冲击波将他们分隔了出来，两名学生在外围躲过了危机，男孩拉着女孩逃进了车厢里，准备从另一侧跑出去。这时常务也从里边逃了过来，顺手推开女孩后，自己开始用力砸着车窗。男孩看见女孩被咬，在最后关头放弃了生路，选择永远的陪着她。여자게미안해而那可恶的常务则又一次的逃了出来，碰巧列车长发现了他。看见对方摔倒，好心的上去搀扶，结果反被常务一手推到了丧尸嘴里。常务虽然从危机中脱困了出来，可大腿也不幸被咬伤了。另一边的车厢底下，被困在夹缝中的几人虽然没有被压死，可正对面的玻璃窗前却是无数只丧尸狰狞地盯着他们。看着下方出现的亮点，空间足够支撑一个成年人穿过，石宇冒着风险从里边爬了出去。好在外边暂时没有发现丧尸，可里边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不好了。最右侧的玻璃窗最先出现破裂，流浪汉首当其冲，选择了用自己的命护住大家的安全。石宇在外边先后接触了秀安和阿莲，不幸的是车厢最终还是倒塌了，流浪汉牺牲自我给了三人活命的机会。两人看着远处发动的列车竭尽全力的向前跑去，身后紧跟而来的是一群密密麻麻的丧尸群。这群丧尸汇合到一起，向着两人的方向跑去。当他们好不容易爬上列车后，一名丧尸也抓住了车子，他们组成一个网状，生生拉着列车发动不起来。石宇见状冒险接近丧尸，用脚用力地踹着他们，最终幸运女神眷顾，丧尸松开了手。本以为一切安全了，可石宇来到驾驶室的位置时，却看到了马上就要变异成丧尸的常务。留有一丝意识的常务将门打开，他两眼泛白地拜托着对方救救自己。突然间他失去了原有的意识，变成了一只行尸走肉。石宇在和男人的战斗时，为了保护两人甘愿被他咬伤。在这紧要关头，他用铁链绑住自己，一股脑的将男人甩下了列车。常务终于死了，可他同样被感染了。看着面前的两人，在变成丧尸的最后一刻，他先是将阿莲带进来，告诉了他列车的刹车位置，只要到了釜山就踩下刹车，随后又来到女儿身边。찬아하지만앞에끝까지꼭붙어있어야돼부산은안전할테니까그러니까아무가지마제발가지마感受到女儿的哀求，石宇还是狠心地离开了这里。他哭泣着来到列车的最后边，回想起最初生下宝贝女儿的时候，作为父亲的他充满了满满的幸福感。此时石宇已经出现了变异的征兆，两眼翻白，青筋暴起。在最后一丝意识消亡前，他跳下了最后一节车厢。这趟前往釜山的列车也就此停了下来，秀安扶着阿莲，阿莲摸着肚子，原本的一群人最终只活下了他们两个。当走进隧道后，幸运的是釜山站并没有被丧尸攻破，一群军队驻守在这里成为了第一道防线。本以为隧道里是两具丧尸的他们，刚想选择击毙，好在秀安悲痛凄凉的歌声传了出来，最终两人都被救了下来。到此电影也就结束了。他每天出门前都会拿出一袋准备好的头发，然后小心地把它们一根根放在不易察觉的地方。接着他收起严肃的神情，伪装成一个商人市侩的模样，然后故意去一趟集市，在那里等待着鱼儿上钩。在北京的街头，一个用韩语大声讲电话的人，想不引人注意确实很难。不出意外，很快男人发现他被人跟踪了。哎，我太了。
当他回到房间，不光他放在衣服和插座上的头发已经被人动过了，甚至还在他的房间发现了窃听器。그럼나중에또통화합시다들어가요많이파세요此刻老黄知道朝鲜两国命运的齿轮要靠他亲手转动起来了。老黄本来是个前途无量的军官，但是迫于朝核危机给韩国制造的压力，他接受了安企部的招募，决定为了国家安全去做间谍。间谍从来都是一个九死一生的职业，所以老黄首先要做的是要将自己的军人身份完美的抹去。他每天不是酗酒就是赌博，不长时间就成了个负债累累的失信人员，顺理成章给自己一个为了还债而去异国他乡做贸易的人设。而安企部那边为了能给他创造一个深入朝鲜的机会，给驻北京的朝鲜对外经济委员会挖了一个陷阱，这导致了本就在摸索着对外贸易的朝鲜损失了一员大将。到，耶耶，장성택부부장동지의조카장성훈이가방송에도터지는바람에중국공안에붙잡혔다고합니다而要将这员大将捞出来需要25万美元，这对于本就要靠倒卖自家文物才能糊口的朝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的。어디돈좀빌릴데가없겠습니까而这时生意做得不错的老黄进入了朝方的视野。大手に入らない代物です。これを手にするのにどんだけ苦労したか。この百人力、百人力の機関銃の引きが切っ飛ばしたら、そこにがそう。どうですか？新徳さんの水はどうですか？新徳さんのミネラルウォーターはとってもいいんです。あらで長男館갖고돌아갈까？あ？애들장난감에무슨국경이있습니까택대기하고박스가리할아이템갖고오라고이새끼야저기물건다안으면선이어드립니다니아웃이다가이새끼야나저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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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저他的出现让朝方眼前一亮，而老黄也终于等到了那通他蛰伏五年等待的电话。네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대외경제위에선생을좀만나고싶은데말이오그어디서볼까요지금당장호텔정문앞으로나오세요뒷문으로나와왼쪽으로 10m 만걸으면야시장입구가보일겁니다반대편출구로나오시죠오른쪽으로이동해서모퉁이로돌면거기서뵙겠습니다뒷거리는없습니다정중하게모시랬더니이거뭐하는짓들이가也终于见到了他这次行动的一号目标人物——朝鲜对外经济委员会的李处长。꿀을먹으려다보면버려도쏘이고하는거죠뭐가시죠这是唯一一个能把他带到金正日身边的人。그냥리처장이라고부르시면돼요老黄很聪明，他丝毫不避讳自己曾经是在韩国政府部队任职的身份。장성훈동무고발건을도와줄수있는지편하게말해보시죠같은동부끼리당연히도와드려야지요조수남조선정보부대에있었다고들었는데예돈이라는게그게어째그래도빨리사라지는지알다가도모를일아니겠습니까광우에서는어떤물건을사고자하십니까아우죄송합니다살에걸리가지고间谍从来不敢说自己曾经是个军人，他的开诚布公让老李很满意，但老黄想要长期做朝鲜的贸易还是有一些让他为难的条件的。남조선정보를넘겨줄수있겠어老李的第一个要求就让老黄失去了表情管理。과속하다가탈선해서이제농담까지하시네국가기밀을넘기라는얘기입니까상관의신뢰를위한제안입니다오해하지마시죠군에서추방당한뒤사업을한다는거쉽지않은인물인것같습니다자신의감정을잘드러내지않았고예부탁했던문건들이야이걸로그들을설득할수있겠나다시한번강조하지만사업아이템은반드시일단북측에서원하는게무엇인지들어보고천천히제페이스로끌고오겠습니다于是第二次的见面他带来了朝方迫切需要的现金还有一份不痛不痒的所谓的机密文件장성훈이고발건에대한물품대금250,000불에그리고이거는부탁하신정보문건这次见面老李身边多了一个年轻人아반갑습니다그럼두분이서말씀잘나눠보시죠
与老李谦和谨慎的态度不同的是，这个年轻的军方科长看起来就不好相处，他态度傲慢，甚至和老黄单独相处时几次刁难。안돼박선생어떻게하면좋겠어아이고한만봐줘있어다시말해리명원동지와는서로노선이다르다단순히돈을벌고싶은거요아당연히죠탑시크릿일경우건당30만달러이상쳐줄수있습니다야내가군복뽑고내보고간첩놀이하라는얘기아이가애초에돈이목적이아니었구만그래但是老黄却表现出这生意可做可不做的态度내가이거안하면돈벌데가없는줄아나老黄在赌，因为他知道要打破朝鲜目前的窘境，自己就是最好的答案。当电话响起时，老黄知道自己赌赢了。식사하실까요식사요대소고마배안고파요스카이라운지에있는중국식당에서뵙겠습니다晚上赴宴，老黄并没有急着去找朝方的人员，反而是在前台寄存了一样一会能救他命的东西。接着，老黄来到了朝方所在的包间。몸쓰가갔습니다어허죄송합니다박선생어서오십시오죄송하지만제가술을못합니다지금우리를우롱합니까에휴아닙니다우롱대신제가한잔올리겠습니다받지않으시면같이사업할의지가없는걸로받아들이겠습니다아니받으라면받을수있겠는데예사실제아버지술때문에돌아가셨습니다절대술처먹지마라 천박한것이영락없는자본주의자구만他三言两语故意激怒军方的郑科长老黄看得出来眼前这个代表军方的年轻人可以利用的地方有很多이새끼가진짜보자보자하니까야이새끼야빨겸손아갔어하나이새끼가돌았나그래싸봐저과자동무거의같은배를타자고만난이자리에우리다같이침몰하자는거요아휴진짜죄송합니다老黄借口去透透风정동무박선생들어오면인사드리고나가오可就在他下楼取东西的时候，这个嚣张跋扈的军官就派人控制住了老黄。만지지마라고새끼들이공화국수호는내일이요시작하라뭐라빨개이새끼들他抖落出老黄准备好的道具。놀랐지就在老黄快被搜到腿部的危急时刻，老李赶到了。他没法斥责军方人员的任何行为，但他的眼里此刻已经难以压制住心中的怒火，尤其是在看到老黄为自己精心准备的劳力士手表。아니이거롤락스아닙니까세계식이나준비한겁니까아니그게老李的自责和愧疚被激发到无以复加他觉得这是朝韩分裂40年来朝鲜最好的机会谁都看得出60年代后的韩国发展的有多好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这些年的改变同样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有多少可以借鉴的地方可因为军方的掣肘他觉得自己举步维艰以至于他丝毫没注意到眼前这个韩国商人的行为举止不对劲老李没发现不妥우리입장에서는反而拿出一个高丽时期的古董花瓶让老黄去韩国换成现金남쪽에서현금화시켜주시면좋겠습니다但让老黄意外的是这个花瓶居然是赝品这无疑又是对老黄的一次考验如果当做真品交易那就表示老黄一定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和他们合作从而暴露身份사업이틀어질가능성이있습니다일종의테스트같아老黄思索再三决定以知道是赝品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诚意打动老李并且还给老李带来了一个既能把他带去平壤又很有说服力的商机떡좀드리려고왔습니다아예안녕하세요아이고반갑습니다종종뵙겠습니다아예이게만약에되잖아요예아우아예그럼뭐합니까북한쪽라인을도저히뚫을수가없는데내가우리한사장님몇년전에만났어야했네사장님우리동업한번해볼까요제가광고에대해서뭐아는게있어야동업을하든가말든가하지요나한테다맡기시아니내짬밥이몇년인데
他计划将韩国的一部分广告拍摄在朝鲜取景，带来收益的同时，又能向南边的同胞宣传北边的风土人情，这是老李难以拒绝的合作方案。물품판매없이촬영장소대여만으로땡큐한비즈니스입니다너나쁘지않은제안이긴분명한데우리공화국내에서찍겠다니나원부모들나와서딴스한번추고죠광고는그냥시작일뿐입니다광고사업권은재설에서결정할수있는문제가아닙니다전투적으로달려들어서사흘안에결단내보죠9개월을기다리는데그깟사흘을못기다리겠습니까 곧소식전화갔습니다문항봉문항봉판문점지역으로들어왔다중화다리위에서도착했지아래대치상황보고하라특별경기령을내리고만일의상태에대비하고있다고밝혔습니다명백한군사도발로간주하고대북한정보감시태세를이는명백히정전협정을위반한의도적인도발로보고예최실장입니다전에는평양건부터잘마무리지요왜아직도소식이없어혹시이문제로광고권도뒤틀어질까봐네말안나오게그까지마무리잘해주십시오但是老黄这一等就是九个月。평양과서울이이곳베이징과상관없이따로움직인다는기분아이고차장님이게얼마만입니까저광고권은우지됐습니까그거에김정일장군님께서박선생을뵙고싶어하십니다박선생이평양으로와주셔야되겠습니다老黄不知道这次的平壤之行自己还能否回得来，因为他一下飞机就看到了接他的郑科长。平壤的风光此刻也不能引发起老黄内心一丝丝的波澜，他知道自己在这里一定要谨言慎行。但还没等他有所计划就被注射了能够击破人类心理防线的药物보다정확하게점검한다고생각하십시오검사결과가나올때까지는여기서대기하게됩니다他昏迷前最后的记忆就停留在了郑科长折返的身影他不知道郑科长在他昏迷时做了什么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在深夜要被带到某个地方去박선생옷갈아입고나오시오편히주무셨소절차상필요한것이니원짢게생각좀하시오차렷郑科长带老黄上了一艘船给他听了一段录音录音是老黄被审讯时录下的内容让他不寒而栗정보사령부내에서의소속과직무를말씀하시오평양의목적이무엇이오공작단 A23팀 당신에게지시를내는그상부가누구요말해보시오可就在老黄觉得自己这次真的要死在这里的时候转机却出现了난애초부터선생의마음에안들었어저번에울던타락한불량문제그말이계획한듯너무딱딱들어맞디안소내당을대표해마지막으로경고하겠어선생은물론주변인분들까지행복하지못할거예요상부라전주지전주돈되는사람老黄被带到了一个和朝鲜经济状况格格不入的行宫前他在这里见到了等待多时的老李부장老黄知道
自己六年的蛰伏终于向前迈了一大步。而此时的老黄还不知道，他即将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受到朝鲜最高领导人接见的南韩间谍。코트벗으시죠장군님을뵐때는절대눈을마주치지말고장군님말씀을절대끊거나반박해서는안됩니다金正日身材不算高大，但他身上时刻都散发着让人压抑的气息。안준호박선생은술안드신다고그랬나대신제가한잔올리겠습니다우리서로대범하게말해봅시다공화국에얼마벌어줄수있어본계약은최소500만불보장합니다第一次会面的时间并不长，连一支烟的时间都没有，但却在老黄的介绍下，金正日很快同意了广告拍摄的合作方案。도장직소这无疑是盼望着朝鲜兴起的老李在背后下足了功夫。최고가를받아내겠습니다合作项目推进很顺利，虽然广告商很快在朝鲜拍摄下了很多风光素材，但推进合作项目从来都不是安启部真正的目的，他们需要老黄进一步把拍摄地点转向核反应堆所在的宁边。毫无疑问，老黄的要求立刻被老李驳回了，但是在军权至上的国家，军方的人说话一定比老李还好使。几句奉承之下，这个一直眼红老李因为广告拍摄项目深得金大将军欢心而愤愤不平的年轻人立刻就掉进了老黄的陷阱。정과장님진급에도움이되지않겠습니까 박선생은정말자본주의에최적화된사람이구만내지시를따라요很快老黄就出现在了宁边的土地上，但让他意外的是，这次老李并没有打算和他们同行，反而给他带上一个代表荣誉和认可的徽章。老黄表现得受宠若惊，这次由老李身边的老金陪同老黄进行考察。在这里，老黄看到了让他不可置信的一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平壤天差地远，甚至就在居民区他就能看到服饰遍野，尸体被随意的丢在生活垃圾里，孩子们还在这尸山上攀爬进食。更让他意外的是，随行的老金就是他的接头人。김씨부자들에의해감옥으로변해가는거예요지랄뿐이요面对老金这番叛国言论，老黄却是装作完全不知情的样子。시간끌기는뭔시간을끌어요빨리능찾아서도굴해야되는데他知道老金完了，果然在晚上的宴会上，老黄再没有见到老金的身影。老李一脸的严肃，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家人。인사드려야니몇살이고참잘생겼다야식사시작합시다当他装傻充愣地问起老金的去向时，老李的表情让他不寒而栗。명수동문은앞으로보기힘들거요아유아무리그래도그렇지인사도없이우리가진행하고있는광고사업은40년만에최초로합작하는민족의과업이오이는북남간의모든교류의중단을이야기할뿐아니라우리모두의목숨마저위협하는지금단계에서당신이사업가라는것까지부정하지않겠소앞으로각별히행동에유념하시오老黄知道自己可能暴露了，但不知道老李为什么没有揭露他。就像老李所说，广告拍摄的事情一旦开始就无法终止了，而老李也不想失去40年来唯一让帝国翻盘的机会。但是还没等老黄进行下一步行动，韩国那边却变了天，韩国的大选开始了，一面是旧的执政党，一面是清朝派的金大中。安启部当然希望是旧党执政，因为换了执政党，他们过去为国家做的种种恶行将会成为刺向自己的利剑，所以他们不但隐瞒了朝核危机的事情，还想利用老黄去左右朝方的意见。为了两国人民安危才选择当间谍的老黄开始深深质疑自己存在的意义，但是君命大于天，老黄还是将大选的内幕消息给了老李。但他想知道远在平壤的大将军将会如何决断，所以他趁着老李外出的时候骗过老李的贴身侍卫，在房间里的传真机装下了截断装置，并在老李赶回来前留下了用于窃听的笔。可就在他从老李房间出来时，居然看到了他的上司崔部长。他知道崔部长的出现代表了韩方旧党已经计划和朝方联手了，他们不希望金大中当选，并打算用400万美金当做军费给金大将军。别看朝韩分家多年，但每到大选的时候都需要朝方来助攻一波，
韩方反对谁当选，朝方就会在三八线上制造武装冲突，这已经是两国高层心照不宣的内幕了。他们理由是一向亲朝的人，当选以后反而会对朝方的态度更强硬。随着传真的回转，老黄和老李的心跌回了谷底。당에서 승인이 났어. 단 부부장 동지 지시가. 당에서 승인이 떨어졌습니다. 북한이 우리를 살렸어. 예. 흔들리라고 만세. 老黄当晚就出现在了崔部长的房间里。차라리솔직하게말씀하십시오손에쥔권력을놓고싶지않은거라고말입니다무슨소리야국가와민족을위해서김대중을막으려는거야그러면박소리요同样为自己的国家的未来忧心忡忡的两人，在北京的街头相遇了。他们虽然身在分裂的国土，此刻的心情却是一样的。他们走在清冷的北京街头，老黄也问出了自己一直想要知道的答案。당신을믿는것외에는다른방법이없었기때문입니다군이이미움직이고있어아직한가지방법이남아있습니다老黄却喊住了已经心灰意冷的老李。우리가하려고했던비즈니스라는말에는두가지뜻이있습니다他们决定要联手挽救一下趋于缓和的朝韩关系。这是老黄第二次见到金正日，但他这次没有顺着金大将军的话，反而反驳了他。老黄知道金正日表面云淡风轻，其实内心很在意和韩国的合作。当老李说出韩国那边给的军费是400万美元，而其中40万美元在金正日眼皮子底下被克扣了，金正日知道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了。已经临近大选前的三天，看着朝方并没有出来表态的安启部，也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联想到老黄从北京直奔平壤，答案呼之欲出，金大中毫无疑问的在老黄老李的推动下顺利当选。老李也是第一次认可了这个南边来的兄弟，他们有共同的抱负，他们也惺惺相惜。他在自己的家里招待了老黄，并忐忑地送了老黄一个篆刻着浩然正气的领带夹，他希望老黄能喜欢，也希望自己能看到祖国统一的那天。他们把酒言欢，却不知道安启部把老黄当成了替罪羔羊，直接来了招祸水东引，在媒体上曝光了他是间谍的事情，这也就有了韩国历史上最出名的间谍黑金星事件。打算第二天回国的老黄就被老李堵在了房间，这是老李一辈子的职业污点，他居然无比信任一个间谍，并带着他去见了共和国的最高尊严。老黄无话可说，他觉得这次自己一定是要交代在北方的热土上了，却没想到老李不但放下了枪，还趁着知道消息的人不多时，为老黄争取了最后逃出朝鲜的机会。당에서는아직모르고있어이신부지기면은평양시를빠져나갈때붙드는사람이없을것이고他为老黄准备了高官的证件，打算送他上北上去中国的列车。老黄一脸的担心，他知道老李给他放行后一定是凶多吉少，但老李笃定地认为自己在朝鲜无可替代，让他安心离开。老黄顺利地坐着列车回到了中国境内，他的担心不无多余。回到中国后，他一次次来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却再没见到老李出现过。安启部的高层被一锅端了，而老黄结束了他的间谍工作。直到5年后，一次由李孝利和朝鲜明星赵明爱合拍广告的机会，老黄在人群里渴望地寻找着他想看到的那个身影。就当他正在失望的时候，那个多年未见的人出现了，他们相隔人海注视着对方。老李缓缓举起了自己戴着那块劳力士的左手，而老黄拉起了戴着那枚浩然正气的领带夹。他们没有一言一语，只是看着对方热泪盈眶，接着大步奔向对方。这个女人以极其暧昧的姿势旁若无人地做家务，一旁的已婚男人偷偷咽了咽口水。他回到了妻子的床上辗转反侧，脑中回想着刚才暧昧的画面。妻子已经熟睡，他悄悄起床来到了隔壁，女人正在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眼波流转。男人慌神扎破了手指，却被女人温柔地含住了。此刻原始的欲望早已点燃了俩人，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男人的妻子正透过门缝目睹了这全部过程。但是妻子却并没有阻止这一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要从女主怀不上孩子说起。女主美丽2年前因为意外流产，此后一直怀不上孩子。유산때문이라고단정짓지말아요자기몸에이상없는거알면바로좋아진다니까알겠죠자극과분위기아이를다시가지려면유산에대한스트레스부터버리도록해주세요夫妻双方都十分想要个孩子，却一直没能成功。老公英俊除了平时加班之外，还经常下班应酬。他即使再主动也于事无补。남성호르몬이안생기는순간아내가그래서그런가저기저는와이프를정말좋아하고아내가속게내가속게아내가속게
这天，美丽在网上看见了一个帖子，对方声称她有怀孩子的偏方。哎，아무걱정하지마시고와보시면아실겁니다안녕하십니까이걸로좋아하는아이스크림사왔는데내가거절을잘못하잖아마누라미안해씻어씻고얘기좀看着老公憔悴的样子，两人决定请两天假去试一试，顺便好好放松一下。要说这地方可是真偏僻，两人先是乘船出海。금방이야그래도이렇게나오니까너무좋다좋은가很快就到了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岛，随后两人开车在荒无人烟的山路上行驶了大半天。아니이런성을어떻게알고잔거래인터넷에좋다길래길이아닌것같은데아닌데길이없어졌나봐전화가안터져期间车还陷进了坑里两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座正常中透露着一丝诡异的农家乐。들어가자힘들게찾아왔는데农家乐的老板东哥是一名孔武有力的精壮汉子，和他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哑女阿丽。转过头来就对夫妻俩笑脸相迎，几人寒暄之后，自来熟的东哥告诉英俊，他们这的招牌菜是放养的跑山鸡。看着东哥娴熟的杀鸡拔毛，两人对这道菜也有了点小期待。야뭐하고앉아서빨리가서물먹어很快佳肴上桌，东哥告诉俩人，这里的鸡从小都是吃山上的蛇和蜈蚣长大，肉质不光嫩滑劲道，最重要的是这鸡还有特殊的滋补功效。说着这话的时候，东哥望着美丽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而好肉肯定还要配好酒，东哥热情地拿来了店里珍藏的美酒。这个한번드셔보세요아가씨도한잔하세요아니진짜좋은거한잔一杯酒下肚，英俊只觉暖意上头。了解完两口子怀不上孩子，东哥拍了拍胸口，告诉俩人来对地方了。他这的食材专治不孕不育。좋은소리야많이드세요여기많아说罢，东哥便拉着阿丽朝后山走去。眼看酒壶见底，英俊便拿起罐子倒酒。此时俩人忘掉城市的烦恼，在乡间树林中享受着难得的二人时光。와공기는진짜좋다우리몇년만이지이렇게여행온게자기는아직도힘들어하잖아생각해보니까너한테많이소홀했던것같아괜찮아이렇게같이있는데뭐东哥突然扔下一袋东西，说这些东西可是怀孕的秘方。야이오소리고라니이런걸먹어야바로임신이야아이죽인다니까晚上东哥为俩人准备了一场丰盛的烧烤宴会，东哥烤肉，阿丽斟酒。아니야이거참아이거먹어봤어야지이런걸 그렇지동근이씨아제가한잔들어드릴게요아그래그래 아이좋네 한잔하시지왜
전 괜찮아요. 아유, 아이고. 그러면 술도 좀 따라주고 안주 좀 챙겨 좀 해봐. 너무 먹죠. 英俊三两杯蛇酒下肚，眼睛却不自觉地看向了阿丽。酒足饭饱之后，东哥邀请俩人唱歌。 美丽是个文静的妹子，但是英俊却十分享受这个氛围。东哥顺势将阿丽往英俊怀里一推，气氛开始变得暧昧。美丽看着尴尬的老公，她也不好意思说些什么，但她隐隐觉得东哥有些不对劲。한잔 드리겠습니다. 한 잔. 오! 소리야 뭐 시원하시네. 할 얘기 있을 텐데. 자기야, 우리 그만 갈까? 너무 많이 마셨어. 내가 운전할게. 东哥眼看俩人要走，那可舍不得，赶紧挽留俩人，让他们在这边住一晚再走。 英俊本来就喝了很多酒，眼看男人那么热心，他更是求之不得。同时，东哥的悄悄话更是让英俊心痒难耐。原来阿丽是东哥从小收养的孤儿，和他并没有血缘关系，并且阿丽从小就不会说话。마침이냐？ 아이고 좋은 거야 이거 뭐 홍계란 뭐가 이게. 回到房间，在酒精的作用下，英俊想要和美丽温存。 但是一回想起往事，他发现自己还是不行。第二天一大早醒来的美丽就发现英俊失踪了。 여보, 어디 있어? 看着锅里的水满了，他掀开锅，顿时大惊失色。 美丽从阿丽那得知，英俊和东哥一大早就去后山打猎去了。看着阿丽的脚受伤了，善良的美丽为阿丽包扎了伤口。美丽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第一次让阿丽感受到了温暖。외롭지 않아요? 东哥打到了一只狍子。자, 여기 잡고 있어. 取下腰子，让英俊趁热。애 가지고 싶다며 빨리 마셔. 英俊咬咬牙喝了下去。 잘 먹네. 줘. 在车旁，东哥得知了英俊不行的病根，并想帮英俊测试一下，看他是否对别的女人也是这种反应。 딴 여자랑 해봤어? 딴 여자랑은 어때? 但英俊觉得东哥好像热情过了头。 여기 나랑 좀 있어봐. 이런 거 좋은 거 먹고, 어? 내가 갖고 줄게. 아, 형님 총 좀 챙겨와, 총. 네. 아, 저, 형님하고 사냥 좀 하고 오느라고. 말도 없이 혼자 두면 어떡해. 感觉不对劲的他决定带着美丽离开这个地方。倒霉的是车出了故障。经过一番检查，东哥发现是保险丝坏了，而修车的明天才能过来。啊，알았어알았어할수없지애가그못해나갔는데내일온다네죄송해서어떡하죠 没办法，他们只能在这再待一天。到了晚上，东哥越来越口无遮拦。
居然当着美丽的面开始洗起两人的脑。뭔거있지뭔거특별한손님이온다그러면지마누라도여기내준다니까이거이거어때이거뭐이정도면손님접대하면쪽팔리지않잖아안녕하시죠형님美丽始终没说一句话。趁着方便的时候，东哥告诉英俊，他已经把阿丽安排好了，叫英俊半夜过来，想治病就得按照他的来。남자끼리뭐할수있는거지응들어가들어가너빨리들어와说完，东哥便意味深长地看了看美丽。房间里的英俊辗转反侧，回想起东哥说的话，此时他的心就像猫抓一样。听见东哥叫自己出去喝酒，他拒绝了。但是令人诧异的是，美丽居然叫他出去喝酒，不用担心自己。雨越下越大，英俊悄悄起床来到隔壁，阿丽正在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英俊慌神扎破了手指，阿丽就温柔地含住了他的手指。此刻英俊终于忍不住对阿丽出手了。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美丽透过门缝目睹了这毁三观的全过程。但让美丽没想到的是，一双大手蒙住了他的嘴。原来美丽为了给英俊治病，和东哥一起策划了这一出好戏。但是东哥不仅仅是为了钱，更是为了能够得到美丽。第二天雨过天晴，仿佛昨晚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东哥早早叫英俊出门。看着身边的这一切，美丽觉得脑里一片空白。两人来到镇上，却发现修车店已经关门了。알았어알았어오늘밤에나대학온다는데내가뒤로들어갈수있나한번보고올게잠깐만있어네아마내일쯤갈수있을거야알겠어趁着东哥不在，英俊开始打听起东哥的过去。只见老人看着东哥，嘴里不停骂着纵火犯。东哥顿时大感不妙。아니아무리봐도들어갈수가없네아在路上，东哥向英俊坦白，原来小时候的东哥为了逃离父母的家暴，趁着父母睡觉，一把火把家全部烧了。而现在英俊知道了这个秘密，东哥便开始准备除掉英俊。신경쓰지마내시때문에소리야他借着看猎物的机会，让英俊成功地踩到了捕兽夹。좀빨리빨리가봐挣扎的英俊一不小心滚到了悬崖下。看着东哥一个人回来，美丽询问起英俊的下落。东哥说英俊是和修车的一起回来的，但美丽怎么可能相信他？可看着凶神恶煞的东哥，美丽也开始害怕了。
不久后，店里又来了对重金求子的夫妇，东哥准备故技重施，还是一样的配方，通过阿丽引诱丈夫。而他则悄悄来到妻子的房间，不过这回东哥动静搞得太大，引起了男人的警觉，但是他的小身板明显不是东哥的对手。阿丽被眼前这一幕吓呆了，她想让哥哥收手，奈何胳膊拧不过大腿，砂锅大的拳头很快就把男人 KO。 被锁住的美丽被这一切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英俊居然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农家乐。一看这小子生命力这么顽强，东哥努力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表情，对英俊嘘寒问暖。东哥想着等他把尸体处理完再取两人小命也不迟。看到英俊满身伤痕，夫妻俩人相拥而泣，接着两人就准备逃跑。접니다형님수건좀쓰겠습니다할빨리좀해그러니까씨괜찮아可直到这时，他们才发现车钥匙还在房里，英俊只得冒险回去取。不巧的是，英俊正好看到东哥处理尸体。看着东哥提起了锤子慢慢逼近，英俊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好在一切有惊无险。两人立刻发动车辆，此时东哥顿感不妙。英俊开始驾车在小路上狂奔，但是美丽却仿佛脑子宕机，一个劲地说起了对不起，还将他和东哥的事说了出来。英俊本来就慌，一听这事儿成功分心，车径直撞到了大树上。还没等两人回过神来，东哥就已经冲到了车前，将两人打晕过去。东哥将俩人捆在了屋里，这时美丽才老实把事情告诉了英俊。看着美丽哭得梨花带雨，英俊原谅了妻子。为了让东哥放过英俊，美丽愿意给东哥做牛做马。但此时他们迎来了大救星，两个警察为了调查失踪的那对夫妇搜查到了农家乐，眼看千载难逢的机会，两人开始疯狂地制造声响。年轻的警察察觉到异样，打开门后的场景让他大吃一惊，不过已经晚了，东哥的刀已经架到了他的脖子上。东哥很快完成双杀，趁着这功夫，善良的阿丽解开了两人的绳子，两人拔腿就跑。뭐하냐？看着哥哥今天要大开杀戒，阿丽抱住哥哥的腿想让哥哥收手，但是东哥无情地将妹妹推翻在地。两人在树林里慌不择路，但这里可是东哥的地盘，东哥很快就追上了他们。狭路相逢勇者胜，英俊终于男人了一把，不过没坚持三秒就被东哥锤翻在地。眼看英俊危在旦夕，美丽的哭喊吸引了东哥的注意，但是这种小把戏东哥怎么会放在眼里。突然一声枪响，
只见阿丽拿着猎枪指向了哥哥，趁着东哥分神，美丽直接来了刀暴击。这时回过神来的英俊也扑了过来。阿丽抚摸着哥哥的尸体，在倾盆的大雨中回响着他嘶哑的哭声。最后英俊和美丽两人成功获救，离开了这个令人伤心的小岛。